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葛国光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一同继续的来查考神的话。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约翰二书。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约翰二书的写成，是因为当时候有一些游行布道者，他们在当时候各个地方来传道。 那么，所以也有一些假的这些传道者、假先知，他们就造成了教会的一些混淆，传播一些不对的道理，甚至是异端的信息。所以，约翰二书里面就针对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也做了一些的提醒。那么，在第一节，再到第三节的部分呢，我们提到，约翰写给当时候的教会。 写到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他所爱的，而且是一切知道真理人所爱的教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蒙爱的教会。那么，接着我们今天就要谈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要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再来看有关彼此相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从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 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循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好，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想，我们一定会很熟悉这段话，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是的，好像约翰他非常喜欢讲。 有关爱的这个信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约翰二书这一段讲到彼此相爱的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最后一次讲到彼此相爱的经文了。在约翰一书，一共讲了三次的讲论，都是在讲彼此相爱。约翰二书，他又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约翰非常着重这件事情，这表明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件事情。这也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彼此相爱这个功课的重要性。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他提到。 他说：“我借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这里提到遵行真理，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在真理中行事。所以虽然是讲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但是约翰还是。 不忘的要提醒，提醒到说，这一个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教会遵循神的命令去彼此相爱，这就是使得约翰最欢喜的事情了、啊。我想我们可以为很多事情的高兴，我们为着今天能够吃一顿好吃的，我们很高兴。 我们为这中中奖很高兴，我们为这薪水加薪，我们很高兴，我们为这能够娶到啊一个好太太，我们很高兴。但是约翰在这里说，他说我知道我的儿女们，神的儿女们遵行神的话。他说为这件事情，他说他甚欢喜。 他看见他的儿女们，看见兄弟姐妹、弟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遵循神的真理。他说：“为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快乐。”我也真盼望，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教会，让约不仅仅是让约翰感觉到非常的欢喜。我相信每一个。 侍奉主的他的仆人心里，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喜乐。当他看见他自己的羊群这么相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特别是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最早出现彼此相爱这句话的，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 到三十五节，我们可以再回头来重温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段圣经是约翰最早提到彼此相爱这句话的。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二书，讲到彼此相爱，就是约翰所讲彼此相爱最后的这个书信了。 但是我们看见，约翰反反复复、常常讲到彼此相爱这个功课、这个真理，这就看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甚至约翰提到说，这是主最起起初所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 不是一个应许而已。换句话说，命令是要遵守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却不照他的话去做，那么这个就不叫做爱，这不是真正的爱。真正一个爱主的人，必定会照着主的话去做。而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那么第二件事情，在这里也也好几次提到，这是起初所给我们的命令。起初，这是从开始一开始，约翰就提到的命令。约翰提到说，主给我们的这一个命令，是一开始他就吩咐了，不是现在才给你们的。 这是一个旧的命令，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健忘，我们人很容易忘事情。在旧约的时代，神也常常提醒他的教会，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边说，他说，他要先知耶利米去向耶路撒人的耳中去那边喊叫，提醒他们。 说你幼年的恩爱，我都记得。年幼的时候，你怎么样子的爱我，我怎么样子的爱你，我都记得。但是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啊，你幼年时候对我的爱情，如今没有了，如今移情别恋了。 就业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话语。神对着当时候他所爱的百姓，发出了这样子的呼声：“你是我幼年所爱的，你幼年时的时候对我的恩爱，如今你为什么离开我？”同样在新约里面，在以弗所书，约翰在启诉里面提到的教诲，其中提到。 以父所教会，他也这样说，在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那边他针对以父所教会提到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边提到爱心，也提到说是起初的爱心，所以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 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起初，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在交往的时候，哎呀，爱的死去活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爱情的故事，那个男孩子在追女孩子后，追的实在是爱她爱到一个地步，每一天。 打电话，一打就是两个小时，打到半夜深深更。啊，这一种的爱，可能持续了一年、两年的爱情，这个长跑。有的人甚至是追到了七年，还听说有十年的。那么照理来讲，这样子的爱情，应当是非常稳固了。 但是，今天人好像就是有这种健忘性，好像当年爱情长跑七年，但是结了婚之后，可能七个月就忘掉了。这是不是表明我们人的本性，人很容易忘掉起初的那一种的爱？所以，约翰要常常的提醒你，不要忘记呀、啊。 起初你怎么样子的爱主啊？起初你怎么样子的爱神？起初你的爱不要忘记。起初教会弟兄姊妹们，你们是怎么样子的彼此相爱？教会之间也是如此。很容易，教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相爱。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当他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几十个人，弟兄姊妹们形容说，那时候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大家同心合力，一起来侍奉。没有人在这边抱怨的，每个人看到什么事情就去做了。正因为这样子的彼此相爱。 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初初起初的一两年的时间，教会增长的非常的快速，从几十个人增长到上百人，增长增长两百个人，一直在好像这个人数在增加。但是，好像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渐渐的。 开始有一点受影响。当这个教会开始彼此相爱减弱的时候，也就发现那种教会的增长也开始停滞下来。所以我们仿佛看见一个不变的真理：圣经上让你我们看见，当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什么时候。 神就与他的教会同在，而因为神的同在，就吸引了许多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加入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难怪约翰提醒当时候的教会，彼此相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彼此相爱不单单是使,使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渴望要来加入教会，同时彼此相爱，也使得他他自己的教会的儿女们，他们会非常喜爱，要在教会里面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彼此相爱，是一开始，也可以说是基本的一个真理，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是主给我们的命令。 是起初主就告诉门徒们要去遵守的一个命令。那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这一个命令非常的重要。这个命令是起初的，这个起初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看重那个起初神托付给我们的真理。 不单单如此，这个地方也提到说：“他说，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第六节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这里提到说，你们起初所当行的这个命令，不单是只是你们听见我说，这个命令是你们应当去行的。所以这个命令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道理。我们今天讲一讲，听听弟兄姊妹，坦白说，今天。 我们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去把神的话行出来。当时候的异端，在约翰写四个书信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因为他们传播那个不正确的道理，讲到了他们非常的看重的知识，以至于因为他们强调知识的缘故。 所以连带的，他们崇尚知识，把知识当作是好像是最高的追求。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甚至都有不合道德的一些行为出来，他们却认为无所谓。这是当时候一端的问题。约翰就特别提醒：你们讲的很好，但是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够做得出来？ 如果你不能够把真理行出来，那么这个真理就只是知识，这不是真正主所要我们做的。主要我们不单单是把这个真理要学习，不单单要听到这个真理，要把这个道理存在心里面，并且要把这个真理要能够行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碌，忙到一个地步啊，啊，真是忙忙忙。很多时候，连小孩子他都说他忙。有时候我碰到一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这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小男孩，当我。 问起他说：“哎呀，你都在做什么啊？”他说：“哎呀，我很忙啊。哎”哦呦，我就问他说：“你忙什么啊？”哦，连这个小孩子，五六岁的孩子，他都说他忙。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疏忽了。 忙碌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忙碌了也带来教会今天很多时候大家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渐渐的冷淡了。那么另外一个原因造成今天这个社会或者说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渐渐的不被看重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 受到了很多的一些的伤害，特别是因为今天家庭受到了破裂冲击，因为离婚的关系，很多的家庭就破裂了，也因为家庭破裂的关系，很多的孩子们就受到了伤害，夫妻之间受到伤害，孩子们受到伤害，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有这一种。 一种保留，人与人之间就有猜忌、不信任，这就造成了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种爱心冷淡，甚至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一些事情发生在他的啊、呃，发生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发生在社会的里面。那么这些的事情造成了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正因为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缺乏爱心，我们更要看见主耶稣吩咐我们那个彼此相爱的重要性。主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爱是有非常大的力量，爱是非常 powerful。 意思就是说，爱是非常有力量的，它能够产生很大的一种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曾经去参与一个服饰，这个是在呃教会里面呃非常流行的一个营会。这个营会呢是有三天的时间，那么这个三天的时间。 我们称它叫做 t r i s t i a s t r i s t i a 就是西班牙文“三天”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淫会里面，每一个人其实是要付代价去参加的，因为参加淫会的价钱不便宜。可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去参加了这个淫会之后呢，他们就愿意付代价去替他们所爱的家人。 或者是弟兄姐妹付这个淫会的钱，让他们去参加这个淫会。因此，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淫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发现，弟兄在一起啊，这个淫会就是是弟兄唯一一次的淫会，姐妹是一个淫会，所以不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混在一起的，他就是弟兄专门有弟兄的淫会。 姐妹有姐妹的营会，我记得那次我们八十个弟兄们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哎呀，在这个营会当中，经历到神透过其他的弟兄们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爱的服饰，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表达那种神对我们的爱，透过这些弟兄对我们的表达，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 那么，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的聚会当中，哎呀，许许多多的弟兄们彼此拥抱，那么每一个人这样子的彼此拥抱，爱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弟兄都哭了。有的弟兄他说，这是他一生当中被最多的男人所拥抱。有的弟兄说。 他从小从来都没有被自己的父亲所拥抱过，而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他们被这么多的弟兄拥抱，他们真的感觉到天父那一种的爱。所以每一个人上了山之后，三天感受到那种神的爱，是透过弟兄们彼此相爱所带出来的，这样子的相爱。 使得这个淫会一届一届的办下去，每一年弟兄有一次的聚会，姐妹有一次的聚会，甚至听说在韩国的教会里面，这样子的淫会，他们甚至有的是一年办四次，弟兄两次，姐妹两次，教会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功夫力量？ 来办这样子的淫会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一个上了山去参加这个淫会的人，他们真是感觉到那种彼此相爱所带给他们那种生命的更新和冲击，也正表明今天很多的人从小到大内心里面都没有真正的感觉到那种所谓的爱，很多时候讲的很多。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表现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听见主给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也不仅仅让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存在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真正的是在真理的当中，我们确实的把彼此相爱能够实行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 但愿我们就是成为那个去爱弟兄爱姐妹的那一个人，也但愿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神他就在我们中间。愿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